形象代言照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他们设计我跟 Annie Bear 的联名，是一个阿巴队的我，而且他还绑公主头，超可爱的。然后是今天的参考妆容，一只。好啦，现在到我的设计了，这一款就是我的设计，到时候再给大家看我的草图。然后这个设计理念呢，就是咖啡续命，现代人就是每天都很忙很累，然后每天早上都会用一杯冰美式来帮自己续命，所以就是用那个点滴吊着咖啡，然后夏天要来了，所以加点冰块。这个设计呢，我也稍微改过，我把它改成公主切，而且他们说这个真的是我的酒窝，超可爱的，做得很细。然后95是我的背号的，然后背面也非常的可爱，是一个大 logo， 然后后面还有我的签名哦。好好喝哦，有人要喝吗？我喝。这是小男孩造型，这帽子很可爱。你继续帮我拿杯子。
你最喜欢哪一张？我最喜欢一张。我让这张的人要记得 take me， 还有 any bill。我要去跟我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耶、yeah, ，我下班啦！期待今天的每一道。辛苦大家了。现在才吃饭的人，拜拜。要花瓶，连当记者都要花瓶。他讲那种话题，早上其实是我教他的、欸。他每次都想在镜头前面教那个女孩子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他平常都是他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。会。因为我没看到啊，没看到本人啊，只有看到照片很漂亮，要去那里拍照，是不是更漂亮？我想办法想要拿票讲完，很漂亮，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帮自己加一点 echo， 很漂亮，亮亮亮亮亮。就是会有很多人在网络上传那些私密处的照片，我就会尽量不要去看，然后不要回复他们，让他们觉得哎，好像有被看见的感觉。你啦，那记者怎么都不说话？当记者也要当花瓶是吗？连当记者都要花瓶。领导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奇怪，早上这是我帮他训练的，你以为他讲得出那么好的话吗？哭了，好哭啊！他讲那种花瓶，早上其实是我教他的、欸。他还跟我说，哇，你上媒体课管有差、欸。我看你们刚感情很好，但是刚好像一秒就翻脸，你们是不是其实是？表面的姐妹了，我们是塑料姐妹了。我们感情很好，感觉子琳是不是在公司有被师姐欺欺压？我跟你讲，他每次都喜欢在镜头就是他，没有，没有，他每次等一下安静了，我要发话。他每次都喜欢在镜头前面装那个被害者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他平常都是他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。会。